本节目由皇家品质、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。这个是你妈都可能不认识你，是你吗？大姐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我在屋子里的时候，她突然过来吓我一跳，我瞪了她好久，我才觉得她是奸细，完全模糊掉她平常的外形。站的时候稍微娘一点，对，挺像的。对，你刚刚说话我能感觉到声音，你要把声音突破就好。你好，是刘彦芬，是刘彦芬。刘彦芬哪来的？我自己想的。你再细一点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刘彦芬。你看我背不起这样。你好，我是陈彦芬。可以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干啥去？啊，我跟导演出去买点东西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跟导演出去买点东西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他要干什么呀？我跟导演出去买点东西啊。我跟我导演出去买点东西不行、啊？不，我觉得辣眼睛。我受不了这个，哎呦，像不像？你就远看多像个导演。别说话啊！别说话。太像了。哎呦，受不了了啊！我去了啊，哈林，杰克森，跟我走。走。